和朱丽叶呢，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？王珂跟李千娜啊，这一对也是非常的非常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千娜。拍戏拍的好辛苦，都终于到了首映这一刻，感觉如何？哇，好开心，而且很期待，我等一下上映单还是可以再去看一次，对。好的，希望大家哦，金马最佳新人哦，最佳的男配角安妮是。路人啊，慢慢旁边，不是、导演有得过，不要这么现实。导演有拍过很多的剧集，导演都是我们国片的骄傲，王力宏导演以及朱延平导演。这个导演呢，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，也常常在推广两岸的电影交流。今天也特别，我们由文化局长带队啊，加上我们朱导、王导啊，来到现场，欢迎三位。谢谢主持人，两位导演好。哎呀，真的是今天要恭喜我们李刚先生的制片的邀请到三位。杰出的导演为我们的朱丽叶这个片子哈啊来做首映，谢谢。王导演为我们讲几句话，祝福一下朱丽叶。朱丽叶加油！这几年台湾电影越来越好看。接下来是我们商业片的前辈了哈，朱导演来给我们加持一下。啊，陈玉勋，加油啊！微信，所以我来看看他的喜剧功力到底有多高，是是是不是真的能把我干掉？哎呦，好久没去那方面。是另外两位，另外两个是侯尚跟侯继然，我从以前就觉得他们是最优秀的新锐导演，是是是。陈玉勋就是老将带新芽，对对吧？这个戏就厉害了，没错。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电影，然后希望朱丽叶能够开创一个。国片啊，这个叫做还有一个朱丽叶，这是由我们导演陈玉勋先生领军，男主角梁鹤群先生，女主角康康小姐，再加上白云、马国碧、鸭子，我们这些电影当中非常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，以及我们台湾编剧部王彩华小姐，今天也在打歌的空档的特别要来给我们封笔积累，封笔啊，很开心今天首映来这么多。好多人冲着你来啊！啊，我刚才发了100通的简讯，结果只来了5个。对对对，谢谢。这个人家说我独挑大梁了、其实没有，我是独挑小梁。也对，没错，他是不只是独挑小梁，他还情挑小梁呢。来，梁哥跟我们，贺群哥跟我们打声招呼。哎，感谢大家来参加我跟康哥啊，今天是我们的大喜之日。那这个呢，也是我们证婚人，陈玉勋导演。好了好了，来，这个导演跟我们讲几句话。刚刚前面也好多人都特别提到您终于复出了，很感动。谢谢。好久不见，大家好，欢迎陈导演哈，来继续话，来鸭子，好，鸭子先啊，点名了。很开心能够参与这部电影，是，对，然后谢谢陈奕迅导演给我加油加持一下，谢谢陈导演是我的偶像，很开心，还有这个所有的演员都很棒啊，康哥、小林哥，很多演员都非常棒，唯独只有白云比较差一点。不要这样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12月18号要发片的啦，当歌手了啦。其实白云真的很了不起，因为他们要穿紧身塑身衣，据说白云是一马当先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厉害哦！拼了！一开始康哥穿好出来很丢脸，没人见人啊。后来我再走出来的时候，康哥说我放心了。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进戏院来欣赏这部《朱丽叶》，非常的好看。对，没错没错。那这个还有一个朱丽叶的男女主角在电影当中有个遗憾，他们没有真的亲下去。今天为了抢版面，请你们就真的亲下去了吧。五金五波比票房超红，男女主角分下去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好的，那么这就是我们朱丽叶的追生者，在台上我们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不同世代的导演跟演员，不同领域齐聚一堂，就是他们两位在幕后，一个当监制，一个当总顾问的所催生出来的。所以今天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，我们欢迎我们电影界的李氏兄弟党，是我们国片的骄傲，太优秀了。这个熬了好多年，等了这么久，筹备了这么样的日子，终于今天要首映了。今天很爽，以前都等你安走前面，今天我走前面。哎呀，你初吻啊！丢丢丢，初吻，谢谢谢谢。那今天心情真的就是叫你白玉小事，对，大家一起参加。是，女儿真的辛辛苦苦养大，真这么容易。是，前面已经嫁了两个女儿，今天不少嫁了。朱丽叶就是我第三个女儿。是，那八字好不好，就看各位观众，是各位婆婆，希望对她好。您 OK 的啦，你刚现在太客气了，你手风算顺的啦，送行者赚多少，你拜托。看日本片我知道，所以现在国片要加油，对不对？我们从日本人那边赚来的钱来支持国片啦。
那接下来，李安导演再次掌声欢迎。导演好，自己也在筹备自己的新片哈。是是是，今天特别来啊。对对对。我真的很替你刚高兴，是，那更高兴是跟他们站在一起，台湾电影的生力军，对，很有朝气，是是，大家一定要来捧场，是，台湾电影一定要把它做。看过里面的部分的片段，有没有什么的心得，或是有没有什么建议哈，或什么？全部看过了，感觉如何？觉得第一段怎么样？第一段这一组就是徐若瑄、王伯杰，都好，是，不错。康康那一组呢？康康很绝，康康很绝。你是说他命不该绝的绝吗？是那个绝。那那另外还有一组李青娜、黄河呢？这片子如果卖座，就靠康康他们。哎呦，你看看哇，导演对你赞誉有加。有怀旧、有情怀的要看第一部。那第二段呢？青娜跟黄河。中流砥柱。啊，中流。中流砥柱真的是有感觉。是是哇，导演真的各有千秋，三段各有。是主题曲《少年的我》，好不好？那个第三段，来陈奕迅领唱一下，来。春天的花是多么的香，春风的月是多么的香，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，老年人嘛不知怎么样。OK， 谢谢王宁。来来来，侯继然导演、申可尚导演以及陈奕迅导演，还有我们三位朱丽叶，来请出列。来，徐若瑄小姐、李千娜小姐、康康小姐。我真丢脸，那就无孙呢。立马是朱丽叶呢哈，这样奇怪。陈嘉丽叶、丽叶的哈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呢，在三秒钟之后，将我们的手呢伸向我们的水晶球，让我们一起预祝朱丽叶真的是众星云集。我告诉你，真的是好看，我们才敢这么大声哈。来，一起来，我们进行一个首映仪式，三、二、一，正式的宣告，朱丽叶来喽！就在明天，全特别带李淑华要上台，我们欢迎这个也是偶像剧第一把交椅哦，有他在亚洲地区帮我们加持，我们迈步要更上一层楼。言承旭先生，好，北京赶回来，来来来来来，特别为徐若瑄加油，谢谢！特别飞回来呢，你把我刚心了啊！啊，希望这个电影可以大卖，谢谢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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